个智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不对，我大姑父怎么能把被卖你呢？不对，绝对不对。王强，你不了解他，他都是装的平时，道貌岸然的，那是见钱眼开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说二三百，八心就动了。他以为这小钱儿啊，这挣着了，给他高兴的。我告诉他，挣着小钱儿，咱俩挣才是大头。对，一人三百呀。等会儿啊，夏老师，我觉得基于这种情况呢，咱得倒四六了，我拿四百，你拿二百。凭啥呀？凭啥？沈阳这两天啥温度你不知道啊？他劈成这样，你说凭啥？那个大秦哥啊，你现在啥感觉？啥感觉？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搓澡巾，全透了。你辛苦了，你大秦呐，哎，大秦，你现在啥感觉呀？我冷。哎呦，我的妈，还冷啊！来，王小倩，来给他配上。啊，没事，咱这有的是。哎呀，我这老头不行，站不住了。陪着。哎，大秦，这咋还坐地下了呢？啊，来，扶他啊！冷不要紧，咱有被，是吧？嗯。那个钱你给我吧。有几条啊？一共是五条被，一条50，总共是250块钱。250多难听啊！啊，不行，咱得砍砍价。你还砍？这么的，大姐，我300不用找。大秦哥，你听我的吗？大秦这么多年了，没这么大方过啊！那行了，大秦啊，那要没啥事的话，那你就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啊、我在这等。你等啥呀？等冰雹。哦，那个大秦呐、啊，我忘了告诉你们了，刚才我不是接了个电话吗？啊，气象局给咱们小区打的电话，说这回呀、啊，这冰雹搞不好挺大的，有危害性。人家气象局决定放炮，这一放炮，云层打散了，冰雹就不来了。还不行啊，被都买了，被买了跟冰雹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们全不来了？不来了，气象局说了，不光今天不来，这半年都不来了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！啊，不那什么商量事呗？啊，咱把被退了行不？那不能退。300块钱你给我了，你不能退，这被你买了吗？一条50，不是我退了，没别的意思啊，我那什么，我想买点雪糕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你不能退，真不能退，大秦，你看街坊邻居们，这钱能退吗？你要退了的话，它是啥呀？你看，大姐们，你忍心看我就这么躺？躺不要紧，对吧？你别当孙子就行了。不是我当孙子，都是你把钱退我呗。大秦啊，你感冒可还没好呢，你别看你现在出汗，你这是回光返照，明白不？你呀、啊、这病容易反复。来倩儿啊，来给他裹上啊，来，该捂还得捂上。不 是吧，你别得，来捂上，来捂住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大秦呐、啊、你选这个地儿太好了。你看啊，现在这个太阳啊已经出来了，气温越来越高啊，你就在这好好捂着，啥时候你捂透了，你彻底捂明白了，你到物业去找我，我在那等着你。不是大姐夫，不是大姑父，大姑父，你看他走了。你看倩儿 啊，你看这生意咱俩做的是吗？这东西底价多少钱你也知道，不行我打50%你都收了呗。大秦哥，我该你的。倩儿，哎呀我天，街坊邻居们呐，这坏事可不能干呐。大姐夫啊，我透了，我都透了。